块地，咱们也不种了。大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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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茂才开小差了。茂才开小差了，你们就把我抓走吧，要不赏我饭我还没地方吃去呢。穷人想喝口西北风，谁该抓呀？打日本，你们打吧。这一下马本斋可叫黄俊迷兮迷兮的了。人家都是爹娘养，你他妈是卖炕人揍得这么胖，站在那儿不准动，我先射敌人。大队长，大队长，顶不住了，赶快带二中队往村西冲。马本斋，哎，是马本斋。兵从一个，将从一窝，给我冲！表哥，王国不吃眼前亏，你往哪去？去！你们八路军行不行？当然行啊，这小伙子可能干了，打死过一个鬼子，还得过杆快枪呢。在什么地方？就在这个队伍上。哪个队伍上？马本斋义勇队。马本斋义勇队的人八路军不收。为什么？他们这回损失太大，正是缺人的时候。他是谁呀、啊？郭团长。这才奇怪了，人家一天招兵都招不到，看你们送什么儿的兵都不要。
大家都看到了，队伍一天也不能拖了，再拖下去只好散伙了。什么？散伙？能冻死饿？